昨天晚上11:57，著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微博发文：“我的木子走了，纪念他因病去世的妻子。”据悉，唐家三少妻子患有乳腺癌，妻子患病后，唐家三少一直伴其左右，共同对抗病魔。唐家三少曾以自己与妻子的爱情为原型，写了《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。很多人都被书中长工与木子的爱情感动到。现在木子走了，长工还在，三少节哀吧，请记得你拥有过最美好的爱情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可怕的恶魔——乳腺癌。很多人都对乳腺癌存在着误解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乳腺癌，解开对它的误解。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，据资料统计，发病率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 7%-10%。 它的发病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有关。男性中会有 1%-2% 的男性患乳腺癌，通常发生在乳房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。一、月经初潮的绝经晚出经早于12岁前，停经晚于55岁后，以及肥胖有酗酒习惯者，患乳腺癌风险比一般人高出1-2倍。另外，30岁后才生第一胎、未曾生育者，以及停经后肥胖者，患乳腺癌的风险则高出2-4倍。月经初潮早、绝经晚是乳癌最主要的两个危险因素。二、遗传因素，有研究发现，母亲患有乳腺的，其子女患癌率是正常人的9倍，而且乳腺癌病人子女出现乳癌的平均年龄约比一般人提早10年左右。但是乳癌并不是直接遗传，而是一种癌症素质的遗传。乳癌病人的亲属并非一定患乳癌，只是比一般人患乳癌的可能性要大。三、婚育女性婚而不育或第一胎在30岁以后就患癌风险大，但未婚者发生乳癌的威胁未婚者的2倍。专家认为，生育对乳腺有保护作用，但仅只在30岁以前有足月产者。近年来的研究认为，哺乳对乳癌的发生有保护作用，主要是对绝经前的妇女。四、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。五、精神抑郁和过度紧张。六、药物主要症状表现为乳腺肿块、乳腺疼痛、乳头溢液、乳头改变、皮肤改变、腋窝淋巴结肿大。只要广大女性能有较强的防癌意识，全面的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，认真的做好自我检查，随着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，相信癌症绝不是不治之症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下女性对乳腺癌五个误解。误解一，啊，我摸到乳房内有一个肿块，我肯定得了乳腺癌。其实许多乳房肿块是良性的，之前有项调查显示，40岁以下有乳腺肿块的女性患者，对他们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， 90% 的结果都是良性的。因为在雌激素的作用下，女性在生理周期之前或生理周期期间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，会摸到乳房肿块。只要生理周期结束之后发现肿块已经消失，就表明并无大碍。误解二，男性怎么可能得乳腺癌？有乳腺就可能患乳腺癌？乳腺癌是由于乳房细胞内出现恶性的肿瘤组织所致，男性也有乳腺组织，所以同样有可能的乳腺癌。男性乳房没有小叶及腺泡的发育，因此乳房比女性小得多。但是正因为男性的乳腺组织较薄弱，一旦发生乳腺肿瘤，很容易向四周扩散，无需太长时间，肿瘤细胞就能扩散到乳房的皮肤和肌肉组织。因此男性乳腺癌患者往往在初次就诊时就已是疾病晚期，所以男性在日常生活中要高度警惕乳房异物。如果男性在平时发现乳房出现局部疼痛和压痛现象，发现边界不清的无痛性肿块、乳头腺内凹陷或有分泌物时，应立即到医院的乳腺专科
进行相关咨询与检查。误解三，我又没到更年期，乳腺癌和我怎么也搭不上边。许多年轻的女生认为乳腺癌是中老年妇女专利，所以平时并不关心乳房健康。然而我国例行体检和抽样调查发现，女性乳腺癌的发病年龄呈年轻化的趋势，20到30岁的年轻女性中约有 50% 的人患有乳腺增生。虽然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，但如果任其进一步发展，就极有可能癌变。误解四，我家没有人得过乳腺癌，我以后肯定也不会的。尽管没有家族史，但不及时防治仍有可能患上乳腺癌。家族病史并不是乳腺癌的主要病因，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，以及缺乏正确的预防意识，才是导致乳腺癌的根本原因。误解五，自我检查时没有发现乳房内有肿块，因此觉得自己肯定没有的乳腺癌。乳房肿块并不是乳腺癌的唯一症状，许多病人的早期症状只是乳房的对称性改变，如皮肤变厚，乳房皮肤出现橘皮样变，乳房有分泌物、溢水或溢血等。可是有些患者甚至没有任何典型症状，也没有感到周身不适，医生仔细检查时仅仅发现这些患者的腋窝淋巴结肿大，这无疑增加了乳腺癌的路诊几率。乳腺癌现在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，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起来，不管男女都应该预防起来，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。家有乳腺癌病史的，定期医院去做检查，防患于未来。除了去医院检查外，我们还可以自己在家自检，对着镜子镜前观察是否有乳头分泌物、乳头形状或皮屑外观改变，双手叉腰，上身微向前倾，双肩及双肘向前，确认看与上个月比起来是否不同，双手手指放于头后方交叉，轻轻从后头往前压，看乳房形状是否去之前有所不同。当出现问题时，就需立刻去医院就诊。